二个花的织法跟第一个花是一模一样的啊，我这边来跟大家再一起织一组，然后把这个灰色线放上来，放上来，然后用藏青色的织上针，织两针。好，织完之后把藏青色的线拉上来，然后再换灰线织两针上针，再放下来。好，再放过来。再放上来，再换线。好，我们织到这边又剩下最后两针啊，最后两针这个灰色的线不要压下来，直接放到上面，然后把这个藏青色的线拉上来，拉上之后，然后直接织上针两针，啊，这个正面的这一个就织完了啊，织完之后，现在我们到反面，反面先织藏青色，这个第一针挑下来不织，然后第二针织平针。然后到灰色线的时候把藏青线放下，把灰色这个线拉起来，这个第一针也是挑下来不织，然后第二针织一针平针，到第三针的时候把灰线放下，然后再把藏青色的线织平针，第二反面织回去是织平针啊，这边再强调一下。好，针再放下来，再织平针，再放下来织灰色，放下来织藏青色，放下来织灰色，放下来织藏青色，放下来织灰色，放下来织藏青色，好，再放下来织藏青色。好，最后两针织完，那我们这个第二组花也就织完了啊。看一下，第二组花是这样子的啊。织完之后，切记在织下面的时候要用灰色的再织一个来回做打底，你看都是一样的啊，就这样。我们这个41、42码的可以织七个，就是1、2、3、4、5、6、7织七个。你如果不想脚背太宽，织六个；如果织的不是很紧，织六个也是可以的啊。我这边来织七个，可能针数表上到时候可能会说织六或者七个花，这个就看个人。如果想写脚背宽一点，上鞋的时候好上一点，你就可以织七个花，这个就算一个两个啊。那我们这个下面再剩下五个花，就大家不跟大家一起织啊，织法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就跟着这个把那个花织完。这个鞋背七个花就排七个花就排好了，1、2、3、4、5、6、7，织好之后，然后这个花型织完了，还要用灰色再织一个来回，跟这边刚刚教的一样。织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深色的这个线，
深色的这个藏青色的线再织一个来回，织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要收侧边。就是要两边是对称的啊，你看这边一开始织的时候是织了两个，然后这边一个花型织完了，织了一个这个灰色的一个来回，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深色的线，然后再来织一个来回。好，到反面再把它织回来。好，我们这个织好了啊，那我们这个整个花斜背的花型就已经织完成了。织完了之后就是这样，我们织了七个啊。如果大家有觉得它宽的，你可以织六个，排六个花型。我这边是排了七个啊。织完了之后，然后我们下面来教大家怎么收针。那我们现在来收侧边，就是这个地方啊，这边，然后是这边收针这个地方。好，收针怎么收？我们现在用灰色，我们这边一开始，这边最后这边是丢三针，然后这边剩四针。那我们现在这边也是在四针上面收啊，因为加针的时候是在这个第四针上面挑了一针。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藏青色的线压下去，把灰色的线拉上来，然后先织三针过来。好，先织三针过来，三针过来之后，来我们开始要收针了啊。这个是在这个后面的剩下的这个两针藏青色上面收两针并一针的并掉，这是第一次收针，先织三针过来。如果说你这个地方有的是会可能会留到四针留到五针或者是三针的情况，那你这边就织两针过来收，或者是织四针过来收。我们这个是最后这边是剩的四针嘛，剩的四针呢，我们先织三针过来，然后第四针上面是加针了，那我们就把这个第四针跟第五针上面并掉。好，两针并一针。织掉，你看这就收掉了一针啊，收掉之后这一针收掉之后，后面这个左边上的针先不要管它，我们把它绕到反面来，这样绕到反面来。好，用右手这个针来织这个上面这个四个针，四个针目。好，第一针挑下来不织，拉紧，然后织下面一针，织平针，另外的三针直接织过来。好，第一次收针就完成了啊，我们现在到正面。到正面之后，然后现在换蓝色的线，换蓝色的线，把灰色线压下去，换蓝色的线。这个换线织的时候不要拉特别紧。好，先把这个灰色的四针织过来，这第二次收针。好，织过来之后，然后现在又到这边了，这个四针织过来，然后收针又在这个上面，这个两针上面两针并一针的收掉。好，收完这个，现在这个右手边的这个是五针，一二三四五，然后到反面。到反面织法还是一样的啊，这个第一针挑下来不织，把它拉紧，后面的四针织平针。好，第二次收针完成，再到正面，再换灰色的线，第一针挑下来，把第一针换线织掉，然后后面就正常织平针，一样的啊，都是织平针，把这五针织过来。你看，织到这个位置，然后第三次收针，第三次收针还是到这个地方啊，两针并一针织掉。
两针并一针直接织掉。好，又收掉了一针，又到反面，就这样重复啊，重复的收针，跟那边丢针是一样的啊，一针一针的丢，这边是两针两针的收。好，再到正面换藏青色的线。把这个灰色线全部织过来。好，织到这里，我们又织到了这个要收针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又这边又是两针，收并掉。好，再到反面。好，这一针挑下来不织，拉紧。然后又把它织回去。再到正面换灰色线。好，织的这个地方织过来之后，然后又要后面要开始收针了，然后又是两针并一针收掉，再从反面织回来。好，第一针挑下来不织，拉紧，后面平针织回去。好，再到正面，就按照这个方法啊，都是两针两针的并的收掉，一直收到最后这个地方剩下三针，因为我们这边一开始丢针是丢三针，就知道这个地方剩三针，然后就把它全部穿起来织。这个中间的这个剩余的针数都是一样啊，每次到正面换线之后，知道这个地方，然后就朝前两针把它收掉，就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个针收完。我们这边收针就都收完了啊，收到这边还剩下最后三针，你看这边的这个蓝色这个地方啊。一二三，就三针。现在收完针之后，最后剩下这个三针，总共加起来应该是22针的啊。我们这边是22针，这个收完针之后的总针数要跟你一开始这个起针的这个总针数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好，我们这边收完了之后，现在把这个22针全部穿起来，换灰线，然后来织后跟，织另外一边的这个，织这边的这个后跟。啊，收针收完了啊，现在就全部22针穿起来织了。织后跟的话，我们这边也是织30个来回。从这个现在织的这一个灰色的这个线开始算起，从这个线开始算，算第一个来回啊，织过去再最后来第一个来回。然后如果说你织了30个来回之后，发现跟这边这个后跟的这个藏青色是一样的，那你可以少织一个来回，织29个来回，因为你看这边。这边都是红色黑色红色黑色相间的，就没有两个红，最后的时候没有两个红色或者两个黑色。你如果说织到30最后是藏青色，那你后跟在跟这边缝合的时候这两个颜色就重了，所以你就另外一边的时候你就可以只织29个来回或者31个来回都可以。你看这一行织完了反面。啊，刚刚说的那个点就是在这个后跟需要注意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个来回是灰色，第二个来回就肯定是藏青色了，那第三个也是灰色，第四个也是藏青，织到30的时候估计肯定也是藏青色的，织到30个来回的时候它也是藏青色，那就跟另外一边的后跟颜色有点重了，重了的话呢，那我们就把它少织一个来回或者是多织一个来回，织到灰色，然后再把后跟进行缝合。好，灰色织完了，现在换藏青色。这个后面就织的比较快啊，因为都是很简单的，全都是平针，我们这边就没有放慢的织。
然后那个织的过程中有重复的地方我们也就不跟着一起织了，好比说你后跟都是这样来来回回的换线织，织30个来回，那我不能视频上也跟着你们一起织，织30个来回，那样时间太长了啊。那我现在这边织了2个来回了，从这边算啊，这个灰色开始算，一个两个，这边一个两个，然后继续织啊，再织28个，我这边啊织到29，不织30个啊，我们这边织到29个来回，织到29个来回是灰色，30个来回是藏青嘛，怕后跟重合，那我们就织29。现在织了2个的话，我们再织27个，大家后面就跟着我们这个一起把它织完。我这边另外一边的这个后跟已经织好了啊，这边是织了29个来回，织到这个灰色，然后正好跟这个藏青色的是相对应的，然后就一个藏青一个灰色，就第30个来回我没织，因为织的话到时候颜色重了啊。我们现在这边就是后跟织好之后，然后我们现在来把它缝合，缝合后跟。首先把这个整个就是这个织好的这个织好的这一块，把正面朝上，正面朝上之后，然后把两个后跟把它对折，我们再反面进行缝合，就这样子啊。缝合的时候，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啊，缝合的时候如果家里有钩针就用钩针，如果家里没有钩针的情况下，那我们就用织针啊，用这个织鞋的这个棒针。我这边用钩针啊，如果家里没有钩针的情况下就用棒针。我们这个第一个藏线的地方把它拉近一点，第一个这个线头的地方我刚刚把它拉进去了。然后我们第一针在哪里下啊，就是在这个线头的这个边上，在这边这个线头的这个边上，从这个里面穿进去，这样啊，这个穿到里面。我这个颜色可能有点偏深，不太好那个找啊，然后把这一个钩针穿进去，然后把这边这个灰色的这一根针，这个灰线拉出来，这样子，然后再把它从这边带出来。好，这个第一针，然后我们把这个藏青色的线等会也一起带上去啊，把它一起带上去。到时候织鞋口的话，一般都是用深色的织鞋口，也可以像这样子的，像这个鞋子一样，你看它是串着织的，就是红色织一个来回，黑色织一个来回，红色织一个来回，一直织到最后，也可以在中间挑个两三行，好比说你织藏青色的，织个三圈之后，然后挑个两圈的那个灰色，就这样子。然后这个第二针现在下针啊，在哪里找？我看一下。这个刚刚说了啊，这个藏青色的线把它压一下，压过来，然后把这个灰色的线挂在手上。第二针下针啊，我们这边找一下啊，这边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第二针下针在这一个缝里面，这个缝看得清楚吗？这边缝穿进去，就这样子的。这个颜色有点深，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看一下啊，在这个缝里，这个缝啊，看一下这个，然后穿进去之后，然后在第二个针上把这个线挂上来，好，拉出来之后，现在这个钩针上是两针，然后直接把它勾出来。用棒针的话就直接是套收过来就行了啊，直接把它套收过来。我拿棒针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这个棒针，怕到时候有人不会。你看第二在下面一个孔子里面在哪里下针？在这个地方，这个里面啊，看得清楚吗？在这个里面下针穿进去，然后再从这边穿过来，先把这一针织过来。用棒针的话可能这个地方就是不太好拉出来，用的时候可能有点要费劲。这样你看，这样穿出来之后，现在这个右手的是两针上是两个针目，把后面这一个套收过来，这样就收掉了啊。这是用棒针的形式，用钩针可能是更方便一点，如果家里实在没有钩针，那就没办法，就用棒针。然后下一个插孔的地方是在这里，这个蓝色的线带一下啊，把它带上去，带到鞋口的地方，等会要挑鞋口。好，然后再把它拉上来，在下一个插针的地方。我看一下这个上面，
有没有好比较找的啊？这个地方，找这个插针的地方，你看，如果是在这边的话，这个灰色就在这个缝里，这个两个针的缝里面，你看这两个针的缝里面插进去。这个线在两针在并掉的时候，把它勾掉的时候不要拉得特别紧啊，轻轻的带一下就行。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把它轻轻的这样勾一下就行了，不需要拉特别紧。这个蓝线记得带一下啊，隔个两三针带也可以，不需要每针都带。好，最后一针这个插在哪里啊？插在这个最侧边的这个辫子上，这个蓝色的这个辫子上。好，把这个蓝线再带一下，带过来。好，把它勾出来，勾出来之后，然后直接挂收掉。就这样。那我们这个收针就收完了，大家看一下，收针这边就收完了。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状态。收完了之后，我们下面就要开始来挑针。这个灰色的线，如果说你是织小码的话，织小码，好比说我们这个织是个42的，大概用蓝色的线，剩余的这个蓝色的线，就是这个剩余的这个蓝色的线啊，它是应该是42码，应该够圈织这个斜口一圈，就是织把这个整个斜口织满，那你就用蓝色。如果你想挑色也是可以的啊，如果你在我们家拍了可能是大码的。大码的44、45或者43的，可能就是说，因为每个鞋子的话，它个材料包，像成人的这种的，应该都是配的是四两线，就是这种双色的，就是一个颜色二两，一个颜色二两的话，你到时候织大码的话，可能就是说，你把这两这个整个这个织完，斜口还没织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用一个线来织斜口，可能就是。好比说你用这个藏青色的这个线全部拿来织斜口，剩余的这个可能到时候线怕不够的情况下，所以说我就说了，可以这个斜口的地方可以两个颜色穿着织啊，可能就是说一个颜色织一圈，或者是两个颜色织两一两个颜一个颜色织两圈，或者是中间挑个用灰色挑着织个三圈两圈三圈四圈都可以，这样线就可以平均分下来。因为怕到时候大码的线不太够，所以你们在织的时候，就是两个线斜口的地方可以两个线穿着织，一般正常像什么，41、42或者41、42以下的线，应该如果用一个颜色来织这个斜口线应该是够的。我们下面来教大家挑斜口啊，等会这个线要把它处理一下。哦，那么现在来挑斜口啊，刚刚这个线这个地方啊，我们把它拉长一点，然后把这个灰色的这个线球把它从这个里面穿进来。就这样子，
啊，就这样子。这个线如果说你斜口要用两个颜色来织的话，这个灰色线建议是不要断线的啊，建议不要断线，然后直接等会儿再调。我们现在是用深色线来做底色，就是用深色线来调。用深色线来挑针啊，斜口的话就需要用到四根针，把四根针都拿出来，然后来挑斜口。怎么挑啊？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过，就是绕线，这个边上绕线的时候绕成这个辫子的形式，到时候挑针的时候就在这个辫子里面，一个辫子里面挑一针出来，就是直接两个一起穿进去啊，就这样穿进去。好，我们现在先用藏青色的来挑斜口。直接这样啊，从这个里面穿进去，看，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六针七针八针九针十针十一针十二针十三针十四针十五针十六针十七针十八，我们这个一根针上大概挑个25-26针应该差不多，这个挑完了应该大概有70针左右，我们斜口总共要68针，多出来针数是要收掉的，先把针数挑完。刚数了数，忘记了，大概挑个25-26针。好，我们现在这边也没数啊，等会再来数。然后这边挑的感觉差不多了，然后再换另外一根针继续挑，从这个辫子里面全都织平针。我们这个41、42码的这个总共斜口要68针。好，这边这个灰色的这个地方啊，你看这边也是要挑一针的，这个地方这样，其实这个双色还是很好挑的啊，双色就是一个颜色里面这个辫子里面挑一针。好，再拿另外一根针，它就按照这个啊，把这个针数挑完。这个斜口全部针数挑起来，我刚数了一下啊，我们这个针上是挑了78针。78针的话，那这个41、42码的这个斜口的总针数是68针。那我们现在就要需要收掉8针，收掉8针，就平均收一下啊。怎么收针，我这边来跟大家说。然后这个针上是24，这个针上是24，这个针上就是20，加起来就是。我是说收完针之后的针数啊，这个就是68针，这个上面放24针，这个上面放24，这个上面放20，这样织起来好织。因为我们现在是织的双螺纹的，双螺纹的就是两针平针两针反针啊，这个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们拿这个来看一下，就是这种啊，两针平针两针反针两针平针两针反针这样子的啊，所以它的这个总针数必须是4的倍数才能分布开来。好，我们现在来用这个藏青色的织。好，先织两针平针两针反针。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收啊，收第一针，这个地方总共要收掉8针。收针怎么收啊？可以在平针的上面收，也可以在反针。我先教大家在反针上面怎么收啊。你看反针，现在知道反针之后还要再织一反针，这边收针就把这两个一起挑起来，这样一起挑起来啊，然后把它绕上去线。反针就是上针啊，直接这，你看这边就收掉了1针。然后我们继续织两针平针，然后再织两针反针，然后再织两针平针，再织两针反针。好，这边已经织了一组两组三组了，我们下面再收掉一针，再用平针的方法在平针上面收啊，平针上面就是直接把两针并一针，这样两针并一针的织掉。
你看这样就收掉了一针啊，直接并位一针，然后下面再织一针平针，再织两针反针，再织两针平针，再织两针反针。好，我们刚刚已经收到两针了啊，我们这边再收掉一针，用反针的方法再收掉一个，在反针上面收一针。好，收掉之后这边就是两针平针两针反针织完，我们织了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我们可以再织一组两针平针两针反针。那我们现在这个上面是六组了啊，你看一四组为四个为一组，一二三四五六，二十四针，这个多的一针放到这个针上面来。好，这一个上面就已经织好了啊，排花排好了，然后我们这边再来织两针平针两针反针，这边再收掉一针，这样啊，这样收针再收掉一针，反针上收，然后再两针平针两针上针，就两针反针，再两针平针两针反针，我们下面再来收一针，这个上面再收掉一针，用平针的在平针的上面收，两针并一针收掉。这个收针没有具体说非要在哪个位置上啊，就是大概隔个几针收掉，然后平均把它就是大概平均的把它收掉就可以了，但是不要集中在一块收。好，再是两针反针两针平针两针反针，我们现在这边是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这边也要二十四针。好，两针平针再织，这边一针反针插一针，我们从这个针上面再弄一针下来，我们直接弄两针下来吧，直接再收掉一针，因为等会那边还是要再收掉两针，这边收了三针，刚刚这边收了两针，收了五针了啊，收了五针加上这个挑过来的这两针把它直接并掉，把它并成一针，这个就收了六针了，六针，然后到时候这个针上再收掉两针就可以了，就总共针数就成了六十八针了啊。好，我们下面继续两针平针两针反针两针平针，在这个平针这再收掉一针，好，并掉一针，下面就是两针反针再两针平针两针反针。好，我们下面再收掉一针，这是第八针了啊，把这一针再并掉。好，再织一个平针再织两针反针。好，最后剩下四针直接就是两针平针两针反针，那我们这个就收针全部收完，剩下的总针数是68针，现在就全部拿来织鞋口就可以了啊。我这边这一双鞋我来教大家就挑那个花啊，我这边是织三圈，加上挑针的那一圈啊，挑针那圈也是算的，刚刚排花的这一圈就两圈了，然后我们再来织一圈，然后就教大家来挑，就用另外一个颜色来织啊。好，下面这个地方还是重复的两针平针，大家在这个两针平针两针的反针上面千万不要织错了啊，平针的上面织平针，反针的上面织反针，这样花排出来才好看，要不然你平针的上面织了反针，反针的上面织了平针，到时候织出来就不规律啊，就不好看鞋口。好，两针反针两针平针两针反针两针平针两针反针两针平针，然后再两针反针。下面就按照我这个啊，按照我这个方法，就是两针平针两针反针一模一样的织法，把下面的那个织完啊，这个第三圈织好了啊，我们这边是可以数的啊，数的时候是数这个辫子，看一下数这个辫子，你看这个地方，你看一个辫子两个辫子，然后加上针上这个三个辫子，就三圈啊，三圈。我们这边如果你想鞋口的这个地方，你想鞋口的这个地方跳着色织，或者按照我就是我这双鞋上面的这个上面是织一圈红色织一圈黑色，就换线织啊，
换线的方法就跟我下面织的这个是一样。那我们现在换灰色线来挑这个，你也可以不挑，如果你的家里的线剩的是够的，那你可以就是用一个颜色来织，如果怕线不够或者喜欢就是两个颜色夹着织的，那就按照这个方法啊。你在我这边买了材料包4546或4344里面配线，它也是就是一个颜色二两，你织完了之后如果线大码的不够的话，你就可以按照我这个挑着织就可以了，两个线就大概能平均的用一下。好，现在这个藏青色的线放到下面啊，这个线放到下面，我们换灰色线来正常织，平针织平针，这样拉紧一点，然后把这个藏青色的线这个地方也拉紧一点，要不然这个地方会有口子，然后平针织平针，反针织反针，还是一样的啊，只是把线换了一下而已，把那个，所以我刚刚说你们在织的时候两个线都要带上来，都要带到上面来，到时候斜口然后挑色织会好，线好拉上来一点。这个换线的地方你可以在第三圈上织完了换，也可以在第四圈上面织完了换啊，这个也没有说非要固定，但是你不能织的太多，不能藏青色织个七八个来，七八圈然后再来换，到时候这个堵到那个斜口的上面就不好看了。这个织法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是两针上针两针平针，我这边只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线怎么换过来，然后织出来的效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用这个灰色这一圈织好了啊，你看织好了是这样子的，织好了之后然后再织一圈，一圈可能不是特别明显，我们再织一圈啊，总共要织两圈，你织三圈也可以，织个三圈也可以的，但是这个藏青色的这个线记得啊，要把它稍微拉紧一点，然后继续是灰色的线再织一圈。这灰色两圈我都织好了啊，织出来就这样，你看。好，我们织两圈就行了啊，如果你想织三圈的话，那你就继续用灰色的线，就继续用灰色的线再织一圈啊，我这边织两圈就行了。然后现在你如果织够了，如果你是像这种一个颜色织一圈的，那就不用管啊，就正常跟那个换线是一样。那我这边织两圈就把线断掉就可以了啊，要不然放在这碍事，留一点线头啊，不能全剪掉，留一点点线头在这，然后下面就全用藏青色的来织。这个线头等会拿着来把它压一下线啊。好，把这个灰线先压紧。压紧然后换藏青色。藏青色这边也拉紧一点啊，然后把这个灰线拉紧，把它放在这个藏青色的线上面，把它带掉织了。就正常两针平针，两针反针。好，在平针上面把它压线啊，这个在反针上不好压线，在平针上压。好，再拉紧压线，然后反针，两针反针，再记得压一下这个灰线，就长线啊，这样长了之后后面全部都织完了之后就不需要再长了，这样而且这样长的话可能这个线头还长得紧一点，这样压上去，就这反面啊，反面这样压着，然后就正常织，再压一次。好，这个你看织完之后这个灰色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下面我们就继续把这个织完，
这个一圈就织好了啊，我那个重复的地方我就没有跟大家一起织啊，主要是讲解一下比较重要的地方。那我们这个斜口的话，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继续织啊，织到21圈，因为斜口总共是要22圈，22圈包含了收针的那一圈，所以我们这边要织到21圈的时候，刚刚教了大家怎么数圈数，我看这个灰色的线比较明显，就数这个地方啊，这个辫子，你看这个平针的这个辫子，这个，你看这个辫子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就是一圈。这个是2圈，加针上3圈，这个深色的可能数得不清楚，1、2、3、4、5、6，已经织了6圈了。继续织啊，把它织完，织到21圈的时候，我们来教大家收针。斜口的这个21圈织好了，我们来数一下，把它拉开一点，可能颜色偏深，不太好数。从这个最下面这一个开始，这1、2、3、4、5。这边是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到这个针上的这一个一圈就是21圈。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收针，教大家收针。收针就很简单啊，就是平针的收针方法。好，这边演示大家看清楚了啊，先织2针过来，这2针不要拉得特别紧啊，然后这个右手的这个针上有2针，把用左边的，用左边手上的这根针，把这个右手的这个2个针的后面一针套收到前面这一针上面，你看这样就收掉了一针。好，我们继续，再织一针过来，然后同样的方法把后面这一个套收过来，再继续同样的织平针，织一针过来套收掉，后面就全部都是重复这个啊，这个地方。你看收完了就是这样子的，不要拉得特别紧，不要拉得特别紧，这边再三强调。就这样啊，然后按照这个一直把它收到最后一针，就按照这个方法一直收啊，你看这个收完了就有辫子这个形式，这个就是比较松了，按照这个方法继续收，这边收到了最后一针啊，这边还有最后一针把它收掉。好，收到最后一针之后，然后大家看一下啊，跟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起始的这个位置，你这边会有一个口子，我们来把它跟那个最开始的这个地方的这一针把它连接一下，然后把这一针挑起来啊，这样子，就这样把它直接挑起来，两个针目一起，然后用左手的这个针把它穿进去，穿进去之后，然后织一针平针出来，好，然后再把它收掉，然后拉紧一点，线稍微拉长一点啊，就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圈拉长一点，然后拿这个剪刀把这个剪下来，留一点点线头，再把它从这个洞里穿出来，然后拉紧，咱们这个斜口就织好了啊。你看这个是挑的这个地方会有一点挑针，你如果就是说想在上面再挑一个也是可以的啊，再隔个几圈然后再挑都可以，这个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然后我们这个整个斜面就已经全部都织好了啊，整个斜面都织好了。织好了之后，大家在织完拿到材料之后，织完第一只斜面的时候，不要急着去织第二只，然后拿着这个织好的这个斜面，先撑到你所织的这个码数的斜底上面去撑一下，看看能不能用力的把它撑上去，两边能不能拉开。如果觉得能拉开，然后再织第二只。如果没有拉，就是拉很用力的也拉不开，可能就是你的斜面织的比较紧了。如果说拉上去轻轻的戴上去了，就是整个就很松的戴上去了，那你这个斜面又是织松了啊，就织大了。因为每个人的手劲手劲松和紧不一样，然后织的时候可能斜面的话可能大小会不太一样，但稍微大一点点也是没有关系的啊，但太小了绷不上去的情况下尽量就不要再上了，因为会到时候把整个斜面翻过来的时候它会压着海绵。
好，这个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线头的问题啊，我们弄到反面来，把这个线头教大家藏一下。有的那个线头是我们在织的过程中就已经藏掉了，还有斜口的这个，如果家里有钩针的情况就用钩针，没有钩针的情况就用棒针啊，没有钩针的情况就用棒针，然后直接在反面把这个线头藏掉。就这样啊，把它隔个几针，然后把它勾进来，然后把它直接藏到里面就行了。如果你这个线头留得太长，你藏了一段了之后感觉还是有点长的话，可以直接把它修掉。就这样子啊，然后把它直接这样藏掉，藏掉之后，然后这个线头还长的话就拿剪刀把它修掉。这样啊，然后其他地方如果你有藏过的线头，直接拿剪刀把它修掉就行了，但不要全部修到修到底啊，留一点点。就这样子啊，那我们这个整个鞋面，这个小辫子花的这个鞋面就已经织好了啊。我一开始的跟大家说过了，我们这个线它的那个含的那个成分啊，有牦牛绒，然后还有羊毛，还有就是在禽绒的三种成分在里面，所以你在织完了之后，这个上面会有一层小浮毛。大家看一下呢，这个可能视频里面看的还不是特别清楚，拿在手上可能会更清楚一点。你看是，但是这个不影响，它也不会起球。然后这个线的话，颜色也不会褪色，就质量还是蛮好的。摸着手上，其实这个线有的拿来织衣服都是可以的，是那种就是外套衫也是可以的啊。这个线的质量还是蛮好的。那我这个视频就录到这边了啊，谢谢大家观看。